当我用网易云的语气跟我妈说话时，娘娘，能不能等我一会儿？你们这宝马达怎么跑那么快？人生没有等等，只有不断向前。铁骨渣都跑了，连狗绳都抓不住的我，怎么拽得住爱情？原来我是那对的蝴蝶。这么晚听歌还在扰民的人，你一定很孤独吧？你又来干啥来了？陌生人，刷到这条评论就睡吧，晚安。瞅他妈这发财摔你脚的，我看他应不应打你的。是我期待太高，还是爱情不过如此？如果我定期浇灌他，他还会不会开出花来？你滚犊子吧你！孩子死了你他妈来奶！我昨天是不是告诉你把饭盆放冰箱里都坏了，啥也指望不上你。这个世界上连爱情都会变质，还有什么是不会变质的？我在这个家就是那不受宠的林妹妹。还林妹妹？我看你是蒙娜丽莎的妹妹，珍妮玛莎。